小宋，请听 BGM， 并说出它出自于哪个综艺节目、电视剧或者电影。相声、小品，我知道。想想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听的。呀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曲苑杂谈。杂谈呀，听过呢，听过，没听过音乐，就知道这曲苑杂谈，岳哥说的。哦，最高端的食材，我只知道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中国那个绿了，中国小当家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是啊，舌尖上有一抹，脑子抽了。孤零歪转，春风宝莲灯。哎 ready 海绵宝宝，这猜得在碗里去了。小宋，请听被盗放的歌曲，猜猜它是哪首歌。好汉歌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嚣张里我就是我，不是，烟火散落的尘埃。替花花哥给你点个赞，这么快听出了他的歌，可见对他的歌经常是啊，非常了解。那些爱之初体验，你没听过？啥？我怀念的。是一起做梦。这两天还是很厉害，我觉得倒放哈，是吗？对。小宋，请回答导演给出的脑筋急转弯题目。Ready go！ 小白加小白等于小白，那么大白加大白加大白等于什么？大白加大白等于大白兔。小白大白 three， 大白 omega。omega 果真好好学习。大白三。大白鲨，天上的星星有几克重？几克？就是几克？我猜是两克重。多少？八克。为啥呢？星巴克。哪个城市最没有信号最差？呀。宁波，宁波的电话没有信号。又是谐音梗。A B C D A 和 C 谁高啊？C 高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A B C D。什么东西？好冷啊！在课堂上。小猫、小狗、小兔，都在背课文。往先背。哎，这都不抢答了。柯南为什么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衣服？他没钱。No。
他为啥呢？因为他如果换新妇啊，别人就会说，哎，是新衣哦。我们还有这么冷的烂的这么